第四届 Cory 2016 Pro Am 高尔夫球比赛日前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的 Journey 高尔夫球场举行了。24位才华洋溢的 LPGA 高尔夫球手以及 Pro Am 球座赞助商受邀参与了这个备受瞩目的锦标赛。这场 Cory 2016 Pro Am 年度锦标赛是 Journey 高尔夫球俱乐部连续第四年举办的锦标赛。能够再次举办这场比赛，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深感自豪。We've established about 4 years ago, and what we found is it's just been such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showcase the property, and to also go out and cater and showcase to our Korean customers that we have something, you know, really really great that we can offer them. And really the partnership has proven to be very beneficial for us. So i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super excited about, and our goal is to continue doing it for years and years. 今年参赛选手当中还有24位优秀的 LPGA。球星，其中包括2位华裔高球明星严晶和李明。来自中国的严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4岁开始接触高尔夫球运动。现年只有16岁的严晶球技成熟，他是从来没有失去一场 LPGA 巡回赛事的其中2名新手之一。很期待今天下去和就是赞助商一起享受这一轮高尔夫，然后也很期待支持 Core 在就是帮助 LPGA 基金会还有韩国还有亚洲球员到 LPGA 来的这个支持。而李明则是来自台湾的年轻高尔夫球选手，他自从12岁开始钻研高尔夫球运动，在2012年成为职业选手。李明2012年在重庆和秦皇岛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中获得冠军，已经尝过夺冠滋味的他，非常期待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这个首屈一指的高尔夫球场地上比赛。很开心能够参加这场配对赛，然后就是代表 LPGA 的亚洲人这样子，然后也很开心，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中国的面孔啊。在这场 Cory 2016 Pro Am 锦标赛中，球座赞助商可近距离与这些高尔夫球精英会面。除此之外，他们更将与这些才华洋溢的球员在这个设备完善的球场上切磋球技。大庄家 Journey 高尔夫球场占地7219码，拥有72个标准杆和18个球洞。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